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启聪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的，来看一下这新闻。这新闻呢，就是教育部呢今天公开发表说呢，他说现在老师的那个工作呢负担太过重了啊。现在教育部呢正在着手研究要怎样减轻这些老师们的负担，然后甚至呢考虑呢要聘请助教啊，好像我们大学的助教类似tutor 这样的东西了啊。然后啊，来协助这些老师来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。OK，针对这一个说法呢，我个人是持有反对的意见的哈。OK，我要 highlight 一下了哈，不要说我不会讲这个团结政府不好的东西啊，我也是会讲团结政府不好的东西。我这里我就反对这一个说法了哦，因为我认为呢，其实现在马来西亚呢的老师们的工作负担呢，并不是说你请助教就可以解决的，甚至我可以说呢，你根本就不用请助教，你只需要呢稍微改变一下现有的制度就可以了，这样说呢，我就跟大家科普一下，就是呢，其实现在啊，马来西亚的中小学、政府学校的老师了，他们很多日常的工作呢。是了呗，是多余的，是没有必要的啊！我很直截了当的跟你们讲，怎样说没有必要呢？OK，很简单的，我就想请教育部长啊，你可以去到任何一间中小学都好了，尤其是小学了啊，然后你就去问他们的老师OK，我现在呢，我要你们把你们平时日常的工作全部搬出来放在桌子上给我看。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呢，一大堆报告，这个报告那个报告一大堆不相关的报告，不是直接对学生的东西，就是呢，要做很多那种 paperwork 那种报告什么总之就是一大堆文件的那种来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呢，再来问一下这个老师，还有什么？要上网填的东西，刚才我说 paperwork 嘛，paperwork 是手写的东西嘛。现在呢，再来 list 一下，你们必须一个月内要 key in 多少东西要进什么网站用什么这个平台来 key in 这些东西总共要 key in 多少份东西？OK，就这两份名单就好了，一个就是所有的 paperwork。还有一个就是要 key in 上网所有的东西，这两份东西呢，全部亮出来给教育部长看就知道了，你就会知道一点，就是呢，现在的政府学校的老师到底每一天在做这几多完全不相干的工作，就是我刚才说的 paperwork 一大堆无聊的文件，还有一大堆网上的 key in。这些东西呢，我为什么说他们无聊呢？因为他们都不是直接对学生的，你懂吗？他们这个工作呢，paperwork 跟上网 key in 呢，是为了对这个教育部的制度，并不是对学生的，你懂吗？他无论作死那些 paperwork 还有那些上网 key in 跟学生的那些进度其实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说这些东西呢是对学校的制度吧，不是对学生的。所以我就说呢，身为一个老师，其实你的工作的初衷是什么？你的宗旨是什么？就是要对学生才对嘛。身为一个老师，你的工作就是要培养学生嘛。现在的制度呢，你可以去抓任何一个老师来问的。现在的制度呢，你身为一个老师，多少巴仙的工作量是在这些 paperwork 还有那个上网 key in 然后只剩下多少巴仙是真正的用在学生身上，想清楚这一个问题就知道了，所以呢，其实呢，教育部要解决这个教师的工作负担的问题，我觉得方向是有点错了，聘请助教呢，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了，真正的问题的根源就是呢，好好的找出呢这些老师们呢，他们那些呢。没有必要的工作量，就是呢那些 paperwork 还有上网 key in，那些呢可以删多少就删多少，认认真真的去研究，有哪一些真的是 了呗的，哪一些是真正的来
刷存在感吧，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对学生一点帮助都没有的那些东西，就是总之来说就是有的没得的东西了，全部丢了完，让老师呢有更多时间呢回归在学生的身上啊。只要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呢，什么助教都不需要请啊，那个老师的工作负担呢自然而然的会跌下来，然后呢老师的工作的核心呢会自然而然的回归到学生的身上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老师嘛。啊，我刚才说的那些呢啊，老师呢像一个做 officer 多过像一个老师哈，他每天在那边写文件啊 paperwork 啊 key in 啊，多过要在课室教学生啊，所以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啊。所以我总的来说啊，就是呢教育部长啊真的是好好的下到去学校教那些老师们呢，把你们的 paperwork 还有那些上网 key in 的东西全部交出来，我要看一下到底有哪一些是可以删掉了，可以删的删完它了，然后呢研究一下怎样 maximize 最大化老师的每一分钟是直接用在学生身上的，而不要去做那些无聊的 paperwork 啊。 OK，只要做到这一点呢，我告诉你，第一，老师的工作负担马上下来啊；第二，老师呢也会觉得自己比较像一个老师啊，好，可以把全部精神呢用在学生的身上啊；第三，我们的教育素质呢也可以真正的提高啊。好，所以我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